Oh my god！ 我觉得我好像准备要被骂翻了。刚刚先做头发，现在前往八大电视台，我的娘家，然后前进娱乐百分百，第一次要登上这个啊雾狼人杀的这个殿堂，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听说很多的睾丸，大睾丸哦，我是小滴丸，超级滴滴丸，必须要练啊！你知道我还买书哎，然后载了一些屁孩很爱玩的一些 APP， 每次就在上面跟他们杀，就在跟他们 talking， 就想要了解狼人杀这个逻辑啦。凯乐他真的很厉害，所以今天呢，我要非常非常注意观察凯乐的发言。那雨辰更不用说，他真是超级大睾丸。有两位我狼人杀的偶像男生啊，陈零九同学还有邱凤泽同学，我非常喜欢他们做的歌曲那个天黑请闭眼，因为每一次去唱歌必点。那再来另外一位呢，我非常爱慕的一位狼人杀的小辣椒，就梁以辰同学，他太强了，我爱死他了。他当狼人的时候那种杀气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看到了很多我的狼人杀偶像，现在迎面而来对面呢就是邱风泽，他在吃汉堡。你不要拍，人家在吃汉堡的系列。哦，可以吗？挥一下手就好了，挥一下手。待会我们拍一个照可以吗？偶像，超爱你们的歌的，你跟你小的歌超爱的。好，那个我的偶像在吃东西，不可能等我偶像吃完我们再对进行打扰。你看，我也化身为小粉丝了。真的，现在中间，你来。小米，我感谢你。干嘛？这样我不理你。Oh my god！ 我觉得我好像准备要被骂翻了。我刚刚想法是为了保护，我是第笨，所以我跳了。那刚刚雨辰是跟我说这样动作有点危险，有可能在网络上会被网友骂翻。我的决定有错的话，尽量来骂我吧。但我会好好的再将狼人杀整个这个逻辑性啊，再把它搞清楚一点，然后再来跟你们啊呜一下。OK。今天开心好玩 Go！